紫色的螺纹，你看它非常非常的精美漂亮，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动距。这件毛衣非常的暖和，因为我刚刚讲到它有带小羊毛跟包心纱的材质，它的扣扣啊是用这种有点像猫眼石制成的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质感哦。好，那我提醒大家哦，就是它的包边如果有那一种收边的金属小黑点，这个是正常现象哦。它其实是可以两穿，对，但是如果你是当成上衣穿的话，你里面就是还要跟我一样，或者跟妞妞一样，里面再搭一件。对，因为它的领口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深 V 一点点的，它真的很扎实。你们看它侧边，你看这个厚度，你看，而且这个毛料感其实蛮明显的。你看它底色是拼浅灰又拼那个深灰，一般的毛衣好像没有办法做工做到这么多颜色，它其实是两层的针织，没错，然后它把它缝在一起，而且它的织法真的都很特别，你们看粉红色的这边，对，特别的密。我会建议它是用那个温水手洗，然后你就是用压着把那个脏污压出来，而且你要用冷洗巾哦，你不要用那种强力洗衣巾哦，你要把它洗坏掉，轻轻的去按揉就好。我跟大家讲哦，有羊毛的东西如果预算够的人，你当然可以送洗最好。